你们要很认真看待这个事情的。现在平手了，你们要继续输下去是不是？你们打完比赛能看吗？讲真的，能看吗？我们今天打到哪一次快攻？我今天先发，我本来要排逸翔跟全哥，对不对？你说他能丢右边，我让你丢，你有表现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今天你上场，或你上场，或你上场，你们全部人上场，你只有自己的责任。你比赛就这么现实嘛，对不对？打不赢别人练嘛，再练嘛，再练嘛。你不是来玩的，你们在球场上会没有自信，就是因为你们练习的分量没有办法支撑比赛的强度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来就是竞争嘛，讲难听一点，运动就是竞争嘛。你要么比别人好嘛，要么我输了比你练，我比你苦练嘛，我练到你话都讲不出来了。要不然我们怎么赢呢？我问你，我们怎么赢呢？你要换谁都一样嘛。你们要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你们一直输？有没有听到了？有有。好，轮到了黄队的防高佩超，轮到黄队持球进攻，刘星宇这个短传，黄队推人，黄队推人，直接犯规一个罚球啊！洪尊在上一次位置位置加深落后的时候竟然是罚球加深，令他扼腕遗憾懊悔不已啊！入内需要戴维，一开始就有罚球的机会，哇！开始过了50秒的时候，黄队取得了1-0的领先。黄队目前是以3-1领先，双方的加总分数是4-2的倍数，所以要进行攻守区域。防守的跟着，跟着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跟着。这个进攻机会，对，掉进去了，但是过头了。叶子玉把球给救回来，下回要能碰到，完了，篮板，篮板，完了，又小了，球要篮下球，没有投进，把叶子玉永冠三进了，又再抢回球，对，篮下球救他，终于有了，救不了，来，进攻，好，现在2-3。一分落后，哇！不过刚刚真的是靠着叶慈玉啊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抢到球啊，这篮下球啊！来，安娜打出来，啊，准一个远射，轻松协议的进球，他觉得自己是 Curry 上升啊，远射进球是最漂亮的，超球超球，超球积极积极 ，OK。再回到了黄队的空军空投，漂亮的，居然是一球，居然是一球，对，没有三分了，但这个距离也是像三分球一样的距离了，100%命中率，黄队啊，长城炮火，今天他个人得到了3分了，一次罚球，两个算是远距离啊，外线，来跟跟。没有他们，拿进出手，跟着自己跟着拿下球，赶紧要再交给跟着，赶快跑位，这个时候许晨曦的出手，哇，太阳跳投，许晨曦的总算是在比赛首度得分了。好，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5分22秒，其实时间还蛮充裕的哦，还有的看，有的瞧。余瑞，你的人呢？好，小小跟曾毅翔做一个两人小组的搭配，这个自由传球，用脚打，用脚打，在他前面，对，慢慢打。结果是给刘星宇，再交还给彭尊，这个球管呢？小心啊！哇哟，邱子欣，好拍，接到了球，空间拉开，彭尊还是假动作，空间拉开，整个篮球的动作上升了，当篮球在打了。来几号？来到几号？都给上升了，现在很准。哇，这个短传，短了，往空中来一个，又进了，又进，彭尊已经个人拿下了4分了。哇，目前呢是6-3啊，黄队领先，马超强还颜色，但这个球弹了一下没有进，来，传到篮下，
好，防守位，防身上，防守位，防守位。最后签的是Zin啊，防守及时跟上来，于承欣啊出手反而是进攻犯规的意思。好，距离比赛结束只剩下1分06秒了，黄队目前6-3，三分领先了。哇，今天黄队的得分效率非常的高。尤其是平衡之下呢，组织非常的好。这一次曹佑宁有跟上了，一个假动作之后呢，被曹佑宁拦截到。这一球，黄队的犯规。还有啊，还要。陈一，这个短传。哎呀，今天黄队的失误也非常多。对，结果陈一还被切了，踩进去那个2.5公尺了，这也是。犯规了，慢一点就好了，慢慢来，不要急了，不要急，慢一点，慢，红军慢一点。继续轮到了黄队的进攻区，要把球交给曾毅翔，但这一球阿嘎守到了，没有机会出手。一个假动作之后呢，黄队再把防守给甩开。开五金行的啦，哇，得了5分了，没关系，黄队7-3，四分领先，双方的攻守区的球员再次交换，慢一点，哎呦，所以这场比赛啊，黄队是先赢在一步，所以合球有可能形成了红队赢蓝队，蓝队赢黄队，黄队又赢红队的一个食物链呐，好啊，5秒钟的时间。黄队只要把时间换完就可以了。比赛结束，终比赛，黄队是7-3拿下了合球项目的胜利。